走进神秘场口。今天呢，我带趣友们走了缅甸一条街，你看看缅甸人他的日常生活，你看他们吃的是什么。现在你背后看的这口大锅，你们猜里边熬的是什么汤？你看他这个柴火啊，哎，你近距离照一下来这个汤来。而且一会儿熬过之后啊，一会儿它还要添加这个。你看，因为缅甸人呢，他们很讲卫生，知道不？哎，他们的生活习惯也特别好，而且剃得特别干净。一会儿我就带着你们上他家看一块料。现在我就在老缅的家里，我让你们看看这个神秘的敞口。一般新人啊都不认识这个敞口。而且有的都是把它说成是磨完机。这个敞口我在2016年的4月份买了一块料，因为这个敞口以出大料居多，当时插开之后那块料卖了2900万。现在这个敞口料市面已经很少见了。我希望翠友们喜欢料的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互动互动，看看这个料到底是什么敞口。来，因为这个敞口的料啊，沙特别细，先看看这个沙，而且它的颜色化得开。我上灯后你们看看，所以说只有老的玩家啊才能认清这个敞口。评论区猜中有奖。